好收银员。你好收银员，我想买点好吃的吗？可以啊。那你的购物清单在哪里呀？请坐啊。我在怀里。2块钱？不是，这个不是，找2块钱。2块钱有吗？有，要一个。然后1块钱要3个，你现在已经有2个了，再拿1个就够了。买这个5个拿。没有，那就还得翻回去。没有，没有翻回去，该妈妈了。该我翻了啊，我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袜子是我。袜子没有，还翻回去。我也没有要袜子。好，该你了。玩袜。哦，你有袜子啊？多少钱啊？10块钱，这么贵呀、啊？10块钱啊？袜子是这么贵的。哦，行，好吧。真的10块钱吗？那个袜子在哪儿写着10块钱呢？拿来我看一下、啊，我看那个是10块钱。3块钱，往上挪，挪在上面去。3块钱了，再加1块不就4块吗？再放1块钱不就4块了吗？翻完了不就是4吗？对啦，好，付了4块钱了。我放这个。这什么呀？我没有，我这儿有。啊、你那儿有也不行啊，你那儿有不管用。我这儿没有，该你翻了。直接翻走了是吧？哦，太好了。多少钱啊？第几个啊？数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，是吧？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不是写着第五个吗？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不是2块钱吗？付2块钱。5块钱。付2块钱。我翻过了。翻过了，该我妈妈了，是吗？我这个有，哇，太好了！我这是第几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6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7块钱。我卖完了。7块钱。我卖完了。啊啊，好的，7块钱我拿过来了啊，放到我的购物车里。然后我给他7块钱，这是有5块钱，再加2块钱就是7块钱。对了。它的位置就行了啊，翻回来了啊，该你翻了、啊。看看蛋糕上，放下，放下。没有，那是妈妈的。蛋糕是吧？给我拿冰淇淋呗。该我。来拿。那如果要有，哦，在这儿。真的有，好了，这是我的。给拿的。是我的了。哎。然后我看第几个，我是第4个。这是一。4块钱，我要给他4块钱，然后我这有5块，给他5块钱，然后呢，他找我1块，从那儿找我1块，找我1块钱，呀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。泰迪，这是我的了，泰迪熊是我的了。然后呢，泰迪是第几个呀？一二。我看看，1、2、3、4。来，放下，我妈妈数一下。来，这个泰迪熊是第7个。你看，宝宝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泰迪熊是第7个。然后数价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5块钱，第7个是5块钱，那我就给他5块钱就行了。我这儿有10块，看见了吗？我给他10块钱，找我5块钱，那有5块吗？5块钱，找妈妈5块钱。有3。多少钱啊？6个。够6块钱啊？你是不是剩6块钱了？对，正好6块钱，给他吧。
完了不就是六吗？正好六块钱，别下雨，赢了。我买完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找找他去吧。哎，爸爸，爸爸在哪儿？